Instagram. Oh, yeah? She's so cute, yes. She just won the second prize, national prize, the writing. Oh, the whole country is international.是在说采访吗？嗯，稍微的。来，上吧，上吧，小心，小心。别往前了，别抢。这样，这样。回头别只有一个人问问题啊，一个人问问题。蹲一下，蹲一下。不要这边，两边往两边点吧，往两边点。这边还有，还有这个。没关系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这个、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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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自己来吧，这个帮我举一下，好。你别站在这儿啊。那你到后边去。我怎么了？脸上有没事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帮你，帮你。好，我来提问了，大家准备。那个，首先您那个说一下今天这身小鞋。今天因为是看展嘛，所以比较轻松，就是牛仔夹克，然后有一点摇滚的元素，比较街头。嗯。然后那个就是您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动向跟我们分享一下？最近就是在筹备自己新的唱片呢、啊、然后还有包括今年的一些关于演出方面的一些想法，但是我希望说可以跟往年相比来讲，我希望可以有更多创新的东西，所以就是还是整个在一个跟团队的脑爆的过程当中。嗯，然后作为一个专业的歌手，然后比如说在演出当中有些突发情况，您怎么样如何的应对？这要看具体的情况了，因为每一次遇到一些状况在自己演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突发的状况是什么、可能会做一些临时的一些反应吧。嗯，好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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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谢谢啊、哦，谢谢媒体朋友们，谢谢。